过呢母亲节，如果说你的妈妈呢是属于说美魔女型的，好，那这样子应该要怎么符合呢？不过哎，绿泽，什么叫美魔女妈咪啊？美魔女哦，美魔女应该就是说可能40岁以上，然后她可能身材啊或是就还是保持在一定的水准的。嗯，所以当然希望说妈妈可以是美魔女哦。那如果说呢是要给美魔女妈妈或者是说呢比较长者的妈妈的话呢，你希望她是个美魔女吗？所以呢保持她的体态啦，保持她的一些身心健康都很重要哦。所以说绿泽，我们今天如果说呢妈咪哦是45岁50岁以上的妈咪的话，美魔女妈咪适合推荐什么呢？基本上他们这个年纪哦，我们就会推荐他们说不需要太难的东西，嗯，简易，因为我们觉得说在送礼的时候，可能你也不能造成他的压力，因为他造成你送了他一个东西，变还要学习。对，如果说你送给他妈妈一个什么 iPad 或是 Macintosh， 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好像你还要花很多时间去教他。对对对。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而且是送的东西是必须对他自己的身心灵是有帮助的。我们来看到绿泽今天带给我们的是，好，这个是简易的面制作面包的机器。嗯，为什么要送这个呢？因为这个年纪哦，我们就会希望说他能保持他的健康嘛。对对，那这个做面包机的话，就是他可以自己做成他想要的。对，吐司啊，或是什么，他今天觉得说他要做燕麦吐司，他就把面粉，然后水和燕麦，他处理完之后，在外面处理完之后，然后再放进去，对，然后这样子，他就可以说做出他想要的口味。而且我补充一点，因为其实我在大学时候，我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同学，他也送他父母亲，就是送他面包机。他跟我说好处在哪里呢？因为有时候爸爸妈妈如果年纪比较大了，他可能觉得啊，每天觉得说啊，家里是不是没路用啊，怎么样，可能会有这样不好的想法。你送他这个东西哦，他可以从中学习哦，他可能就开始配，我今天多加一点糖，明天少加一点低筋面粉会怎么样这样子？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而且呢，但是有一个坏处啦，我同学跟我说，他那个月胖了好几公斤，每天早。一整个礼拜都在吃这个试用的这个面包啊，所以其实这个面包机还蛮有趣的，而且其实不只是要给美魔女，有时候自己妈妈要是有时间的话呢，爸爸也可以来用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，哎，这个有趣咯。哦，这个加温功能的免治马桶座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都可能爸妈他年纪到了，或是爸爸年纪到了，他可能在可能脚会骨头不好啊，膝盖不好啊，或是腰很容易酸啊。那这是他们在上完厕所之后，可能在处理一些卫生方面的问题，他会可能会比较不方便。嗯，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给他换一个免治马桶座，对，他只要维持他相同的动作就可以完成的是所有的清洁。而且因为它是可以加温的，所以你要是冬天到的时候还是有温度。对啊，因为你现在这时间中，他可能他不会感觉到说哇，这儿子或这女儿很有孝心。对，而且其实他冬天哇，他马上对，还有一个他只要每天上厕所就想到说哦，绿泽都要五高哎，屌吧，那股温暖就从臀部起来。为什么？我说以绿泽这样应该是送整座的免治马桶，马桶座，马桶座。哎，对啊，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它其实是有分哦，它是有分一个坐的跟一整。整个的对不对？嗯、哦，那像只有这个做的话，它的部分的话，可能它还是会有喷水的功效吧？对，它会有喷水功效。那其实目前在台湾啊，就是它有中国制和日本制。嗯，对，那日本制相对来说价格会比较高。嗯，但是它的品质呢？品质当然会比较好，当然会比较好哦。可是为什么会需要用到这样子喷水的呢？就是基本上你在就是如厕完以后，你可以把你的。然后直接用水，对不对？对，用水把你洗得比较干净，然后你只要擦一下，也比较不会有痔疮的那种。对，这个非常重要哦。因为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养生节目，可是其实说有时候年纪大了，那你可能肠胃啦，哦，可能会有一些麻烦。所以绿泽，你觉得说？那像其实这种免治马桶座，我们今天来介绍它，那当然是它有利也有弊啊。嗯，对，那就是说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啊，可能我最好是请专业的人员。对，因为其实它这个免治马桶座，它不仅是装上去了，它需要用到电，用到水，还要过水，对不对？对，要过水，必须要再另外接水管进来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说，你买的话，你要跟店家或者是跟商场，跟他讨论说，那安装的过程是怎么样？嗯，这样子才能装到用了怎么就方便？保固也很重要啊，对啊。但是我奇怪，绿泽，我们两个刚刚这个嘴角全播，但是朝伟在旁边喊啊喊，一直喊啥？一直晃，一直晃。对啊，其实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，对，这就是那个按摩座椅。这个最近好红哦，對對對，而且你看它的背面。对，它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那个伸缩带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它绑在椅子上、啊，椅子上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绑着，然后而且很多人把它，你也可以把它枕在脖子上，然后就可以按摩。对，所以这个送妈妈也是相当不错的。那例如说还有一些，而且它这个会发光啊，然后它有加热的作用，它也可以选择要不要有加热。对，我就觉得后面好温暖哦。嗯，而且说你不一定要按摩臀部，你可以就是用这个也可以，就代替免治马桶的功效哦。啊嗯、而且这个它其实它算是比较是单，就是比较中低价的单品啦。嗯、现在目前来讲的话，各大品牌现在有一些是。
600多块，贵一点的你可能不用3000块都买得到了，而且它可以就是调整那个真人手捏的。但如果说你觉得说，哎，送给妈妈哦，送这个好像有点好太小气了。今天还有送什么东西嘞？马上来用给大家看。如果说我一个儿子哦，送这个东西，金价刚刚就挺厚的哦。来来来，我们讲一下，这是我另外想要就是也放在名单里面，就是那个脚部。脚部的按摩器，对，那有这个的话，就是因为妈妈嘛，她每天帮你去做一些辛苦的照顾你啊，然后可能帮你出去买菜啊，那所以你就是回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帮她做一下哦，舒压一下她的小腿啊，让她的小腿更舒服，然后才不会说啊。做妈妈做那么久，然后小腿就都有那个小腿肌肉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天哪，这个好痛哦！而且像是，不过其实我知道说像这样的美腿肌哦，它的价格跟我们送那种一整台的按摩椅比起来，会不会差很多？便宜相当多，因为其实一整台的其实价钱大概还蛮高的，大概。有，我上次自己找最便宜要40000以上，而且有时候贵个又十几万。但是其实绿泽你知道吗？像我们刚刚看到说，如果说你要送一整个的，当然是比较好、比较贵，有能力可以负担起的话是另外一回事。可是有时候很多人都说，那个到后来变成沙发，或者是变成一些置物椅哦，因为胸定的啊啦啊啊，所以其实你收这个，你送这个的话还有一些好处哦。送那个有好处啦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它好，它还是好比较好收藏，相对于按摩椅来说比较好收藏。对啊，而且你可能说放在床边啦，或怎么样，妈妈可能一下来就是可以去立刻使用到它还有这个不同的节段，而且它这个还有热风功能啊，就是你可能冬天，可能女生会手脚冰冷的时候，你只要用那个热风功能下去，你可能全身就会比较舒服。你看，我觉得一边用这个，然后就一边看韩剧啊，或者说一边坐在免治马桶上，好像很幸福，对不对？但今天告诉大家的是，太夸张了，超伟哥，你要说什么？送妈妈电动脚踏车？对对对，因为现在那个脚踏车啊，有用了电动的功能，所以我也把它一起列在三 C 的名单里面了。因为有电就算三 C 啦。对对对，而且那这台就是电动的小折，所以说是蛮方便的。它在主打它就是9秒内就可以做一个收合的动作。9秒，我算给你看，来来来，对对对，来赶快。现在这是收合状态嘛？我打开，我只要拉开来，然后把它推开，那我就可以去使用。然后你的把手呢？把手部分，那但是我想问的是说，你说它是电动的，对，那我要是怎么样去踩才可以动呢？基本上它是电动助力，然后你如果去用最高的变速，它是8段内变速，所以它如果爬到最快大概是30几公里左右。那你转给我看好不好？对，那但是它并不是说像一般我们那个摩托车推油门这样子，它是必须说你把它拉起来以后，然后你去转踏板，它就会前轮就会开始动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所以你说哦，它等于说是有个助力的感觉，用前轮带动后轮，对不对？那你的踏板如果没有踩，它就不会动。那你现在把它收起来，我们刚看到这个收合都很快。收纳的话，你只要把它这个夹起来，一个键拉起来，然后把东西这两边把它收放下去。对，但是基本上 这多少钱？这个可能要大概4万到6万，4万到6万，那就真的跟一台摩托车差不多了。对，可能比有的摩托车还要贵。对了，但是有很多美女妈妈，她其实她并没有驾照哦。那你用这个的话，其实她是不需要驾照。就是像买菜啊，像我们知道那个美魔女妈妈，她是要帮我们买菜嘛，她可能不需要工作。对。但是那她可能去买菜就很就提着篮子就。那你妈妈不用工作这样子。对，那她就只要她这也可以拿来做买菜啊，那就相当方便。就很轻松这样子，现在也还蛮讲究，就是养生啦。就环保，那假日也可以骑出去啊。对，她也可以当成一样的脚踏车、啊。像我骑这么快，我妈就可以骑这个，就跟着你这样也不会费力，这样主要是健康了。想要跟妈妈表达爱意吗？5月3号到12号上传你跟妈妈的合照到三立财经台脸书粉丝团，就有机会在电视上秀出你跟妈妈的照片，还有免费咖啡以及多项大奖哦。